赛斯书《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第四部《身体力行的理想主义者》第十章《好、更好及最好》价值完成相对于竞争第八六八节1979年7月25日星期三晚上9:15。这本书的大多数读者以某种方式都可以被他们自己或其他人看作是理想主义者，但在这些书页里，我们显然曾展示给你们看几幅离理想甚远的社会与政治现实之画面。我们曾试着为你们大略描写出许多信念，他们颠覆了你们作为个人的私人健全性，并且促成了目前流行于群体世界的非常明确的问题。再说一次，很少有人真的由一个邪恶的出发点去做事。在医学、科学或宗教里的任何不幸情况，并不是来自任何想要破坏理想的坚定意向，反之却是因为人们常常相信，在追求理想的过程里，任何手段都可以被合理化。在你们的社会里，当科学仿佛背叛了你时，那是因为他的手段配不上他的意向，如此的配不上，并且如此违背了科学的主要目的，以至于那些手段本身几乎等于是一种未被认出的隐伏的反科学态度。当然，这同样也适用于医学。当在他想救人命的高贵目的里，他的手段常常导致不高贵的实验，以至于生命为了救更多的生命而被消灭。在表面上，这种手段有时显得是令人遗憾但却必要的，但其更深的暗示则远远超过了任何暂时的利益。因为透过这种手段，人看不到生命的神圣性，而开始轻蔑地对待生命。你们常常姑息相当应受谴责的行为，如果你们认为他们是为了一个更大的好处而做的话。你们有去找明显的恶的倾向，去以善与恶的力量的方式去思考，而我相当肯定，我许多的读者都确信恶的力量，恶并不以那种方式存在，而那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仿佛是理想主义者的人会参与十分应受谴责的行为，同时却告诉自己这种行为是合理的，因为他们是达到一个好的目的之手段。那就是为什么狂热分子觉得他们的行为可被合理化的理由。当你沉浸在这种黑白分明的想法里，你就很对不起你的理想。每一件不符合那个理想的行为，都开始在其核心处瓦解那个理想。如我说过好几次的，如果你觉得没价值或无力去行动，而如果你是心怀理想的，那么你也许会开始觉得那个理想存在于那么远的未来，以至于你必须采取你本来也许不会采取的步骤去达成它。而当这种情形发生时，那个理想总是受到了侵蚀。如果你要做一个真正身体力行的理想主义者，那么你沿途所采取的每个步骤都必须要能配得上你的目标。在你们的国家，自由企业体系是浸在奇怪的源头里的，它建立在每个个人都有权去追求一个有价值并且平等的生活之民主信念上，但那也变得与达尔文适者生存的概念连在一起，于是也就与每个个人必须追求他自己的好处而牺牲别人的信念连在一起，而且也与所有任何既定族类之成员是在彼此竞争，而每个族类更进一步的又是在与每个其他族类竞争的这个十分错误的观念连在一起。供应与需求定律是建立在一个相信人的基本贪婪天性之不怎么好的错误观念上。在过去，你们处理你们国家的土地，就好像既然你们族类是最适于生存的，那么你们就有权去牺牲其他所有的族类而求得生存。这个国家的理想在过去与现在都是最好的，
每个个人都有权带着尊严去追求一个平等而有价值的存在。不过那些手段助长了那个理想的破败，而十分不幸的，公众对达尔文原则的共同诠释被转移到经济领域，并且被转移到人类作为一个政治动物的形象上。宗教与科学都一样的否认其他的族类有真正的意识。当人谈到生命的神圣性时，在他比较阔大的心情下，他讲的只是人类的生命。你并不再与其他的族类竞争，你也不再与自己同类的任何自然竞争里。大自然的世界也完全不是各族类之间竞争的结果。如果事情是那样的话，你们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世界了。你个人实质的存在是因为生物性的存在于你们族类与所有其他族类之间的无与伦比的合作，而在较深的层面则因为存在于所有族类的细胞之间的细胞性联盟。价值完成是存在于每个意识单位之内的心理上与物质上的倾向，把它以这样一种方式向着更大的完成推动，以至于它的个别完成也增益了每一个其他这种意识单位的可能最好发展。这种倾向在物质的架构之下与之内运作，它也在其之上运作。但我在这儿讲的是，价值完成赋予你们物质世界之内所有意识单位的合作性本质。当你相信竞争时，那么竞争变成不仅是真实的，并且是一个理想。儿童们被教以彼此竞争，儿童在以新的表现来胜过旧的表现这种冲动里，自然地与他自己竞争。可是在所有的活动层面，竞争都被提倡为一个理想，就像是你必须看着别人以知道你做得如何。而当你被教以不去信赖你自己的能力时，那么当然你就过分需要别人的意见了。显然我说的并不是任何游戏性的竞争，却是一种决然的、激烈的、拼命的、有时几乎致命的竞争。在其间，一个人的价值是由他把多少人排除在外而决定的。这也被带到经济、政治、医学、科学甚至宗教里。因此我愿再强调这个事实，那就是生命的确是一种合作性的冒险，而所有朝向理想所采取的步骤，其本身也必须是促进生命的。口说结束。10:01，赛斯的确讨论了我昨晚的梦，但我还不想放赛斯走。我问他，真为什么对夏天的气候如此敏感？如我以前说过的，鲁伯把夏天看作是度假及享受美丽休闲活动的时光。在夏天，他工作做得不好，又害怕这会导致松弛懒散。他渴望那些凉快时辰的来临，因而他们变得重要了。当然，人们常常以个人性的方式对季节反应，利用某些成分把自己向前推进或停滞不动，利用这些课当作他的回响板。没有一个季节只是它本身而已，它存在于和所有在它界限之内的人的关系里。而鲁伯彻底地享受夏天，而用较凉快的时辰作为一种对比。此节结束。